哎，刚才还有谁对里面的哪些人谁印象深刻？哎，我对一个那个吹口琴的一位姑娘特别。大家好，我叫吹口琴的小圆圆，是一名口琴老师，同时也是小齐哥的歌迷。我知道小齐，刚带的是蓝调口琴吗？是的，我知道小齐哥也会吹蓝调口琴。也鼓励大家吹口琴，因为其实乐器很容易取得，而且很方便携带。是是是。所以大家全民来玩音乐，我觉得。然后今天正好也是快到过年了嘛，可能很多人都在火车上，所以我想用口琴来做一个火车音，这是口琴的一个非常经典的音色。竟然是口琴发出来的，香烟瓜子方便面啊！脚收一下啊，脚收一下啊！哇，我听了这个，我真的一下子就回到那个绿皮火车的年代，是不是？很有温度的声音。我觉得咱们现场建乐团，我们这些音乐达人来挑战一下，看看嘴巴好不好使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看起来就很简单。